我是雨婷，我相信大家经过一天的努力后，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坑都还没填完。对，那坑都还没填完，我们就要继续保持联络。那或者说，你可能跟你合作的朋友有个帅哥，你想认识他，这就是一个好机会，就巨人可以帮助你。好，那有巨人吗？机器人，对，巨人。你可以私讯给他，然后打 help 可以知道有什么指令可以用吗？然后如果你是坑主，你坑还没填完，这时候就很重要，你可以。CREATE， 然后你可以打 create， 然后去把你的专案，我打错 create， 然后你的坑名填上去后，把你的专案间开出来，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件事，就是其他人可以打 project 的这个指令，然后你就会发现有目前有哪些坑正在 online 的状态，比方说立委投票指南，议员投票指南 ，OK， 这时候你只要FOLLOW follow， 你就可以选择线上指南，比如说，明年要选议员的，你就可以，你想要关注这个专案，你就按2，然后机器人就会帮你成功追踪这个专案。这时候坑主，坑在哪里？坑在那边。对，他有需要的话，他就打 NOIC，OK，、okay， 然后因为，等下我打错了吗 ？Notice 吗？就被 notice。NOTI。NOTIC 对，找一个 T。好，然后假设这是你的专案，因为那个议员投票怎样做我专案，这是我专案，我只要打一，然后发送讯息发出去后 ，Slack 这个机器人就会把你私讯所有 follow 你专案的人，他们就会收到通知，比方说你可以说我们要办小送了，我们要聚会了，记得要去投票哦。对，好，那这是上一周这周进度，那欢迎就是大家去。key 你的 keyword 跟 follow 你的专案，或者去开完你的专案，让大家可以 follow， 谢谢。